好啦，大家好啊，欢迎你嚟到个 Bang Bang Channel 啦。嗱，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条题目啦。好啦，嗱，事不宜迟啦，咁啊，先望一望题目先啦。嗱，咁佢就话啦 ，factorize 呢个啊，即系四二 set 嘅二次再减十二嘅二 set 再加五 ，OK？ 好，咁啊，事不宜迟，攞单子出嚟先讲啦。咁啊，由于成关系科技都好先进噶啦，咁啊就系咧，成条题目出翻晒嚟，咁啊大家唔使期期啦，真心可以望住嚟做啦，咁啊悭啲时间啦，非常方便啦。嗱，冇急，慢慢嚟。嗱，咁啊，我睇咗呢个 expression 数式之后咧，我自己會即刻諗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覺啊！我感覺就係咧，我即刻諗啊，即係 cos method 咯，十字相乘咯 ，OK？ 咁所以我喺度先抄題目啦，就係、是、四個嘅二 set， 就再減十二個嘅二 set， 就再加五 ，OK？ 咁佢會等於乜嘢咧？咁啊 ，cos method 當然有一個直式啦，直式就喺呢度啦 ，OK？ 得唔得？嗱咁就我自己有諗啦，頭位就係四二 set 嘅二次，咁我哋要諗兩個數乘埋出嚟之後咧，會係四二 set 嘅二次，咁我就自己有啲組合喺度啦，有一紮噶啦，咁啊你可以係正正得正啦，負負得正啦，咁所以其實我一定係。我覺得啦，經驗所談，兩個正咯，係嘛？咁你可以係二 set 乘以四二 set 嘅，係嘛？咁你咪出四二 set 二次咯。但我唔會揀呢、這個，因為仲有一個組合就係、是、兩個二 set 乘兩個二 set， 係嘛？咁即係揀呢個啦。我會揀呢個組合，經驗所談啊，兩個二 set。兩個二 set， 嗱咁你正正得正，二乘二係四，二 set 乘二 set 係二 set 二次，咁咪出翻四二 set 二次咯。嗱，跟住嘅有後邊啦，正五係嘛？咁所以我經驗所談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負五，同埋仲有就係負一。嗱，啱正錯咧唔知㗎，咁所以咧而家咪要做個直式睇睇佢咯，唔啱嘅咪再嚟過再試過咯，係嘛？嗱，直式嚟啦。咁所以第一個箭嘴呢度咧就會係出。正負得負就係負呢個嘅二五得十就係十個嘅二 set。好啦，緊隨其後啦，就呢度呢個箭嘴啦，就係、是、正兩個嘅二 set 再乘以負一，咁即係出負兩個嘅二 set 啦。咁 total 啦，呢度咧係出幾多咧？負十個二 set 再減兩個二 set， 即係負十。二個嘅二 set， 嗱咁所以我哋而家睇睇啦，咦掂喎，因為呢度出負十二二 set 嘛，直式，咁而中間真係出負十二二 set， 咁咪掂咗咯 ，OK， 咁所以應該啱噶啦，正確答案就係照抄啫，打橫抄就係兩個嘅二 set 再減五，再乘翻兩個嘅二 set， 再減一 ，OK， 咁所以正確答案就係呢個啦，就係二二 set 減五，就再乘翻二二 set。再減一，成件事搞掂 ，OK？ 咁啊，睇下冇呢個難揀咯噃。正確答案就係、是、兩個二 set 減五，成嚿嘢再乘翻兩個二 set 減一，咁啊即係正確答案就係 C 啦。咁啊調轉乘都得噶嘛，係嘛 ？OK？ 好，咁就終於搞掂。嗱，咁就 check 一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咯噃 ，OK？ 嗱，咁啊呢個就係個詳細嘅答案，我用咗 cos method。咁啊，十字相乘啊 ，OK， 個直式喺呢度。嗱，如果冇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就今日到呢度噶啦。OK， 好，咁就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啊。嗱，希望下次有緣嘅話，我哋再見啦。嗯，拜拜。